要帮嘎达威代练一下吧，兄弟。他那个他掉青铜一了，问让我帮他单杀打上黄金，我要帮不他强代了，练一下。我有枪，你跑吧。我操，这么爽吗？去你妈的，黑老子的头！你吗，兄弟？是你的头吗？不好意思。啊，叉滴滴，叉滴滴，叉滴滴。你好，你好，兄弟。出来，出来！不要！还有个手枪吗你？啊！我操！呀，傻儿，就等你这一手呢，宝宝。我操，什么？不是兄弟，装啥呢，老弟？我真的不会打你吗？我真的不会打你。哎，宠幸你一把，哥，真不是我压不住。这个真的不能起笑。架中间，甩两，学吧。临走之前给你们小小的一点 PUBG 震撼，懂？谁说 PUBG 不能甩枪？你敢打我？你看，龙抬头，我狙了头，完了！不慌，哎，爽打，我希望你也看爽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兄弟们，我是打爽了，怎么说有够不够实力？黄金五，单人四排，是不是比隔壁尬的开头的主播要屌？这就是实力，这就是实力，单人四排打上青铜，真的丢我们职业选手的脸。虎牙某位主播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玩的，教你们如何单人四排杀出一片天。我要开始教学了，就拍他脚步，听到没？他也听到我了，但是我不着急，他马上就要漏洞。三二一，我就知道，你还抖音？嗯，干得过斗鱼的吗？哦，抖音都是没看完，现在。
的劣势对枪位根本就不对，兄弟们，看到没？劣势对枪位，我们一枪也不对。我操，直接来干我了！哎，体育生，我操！我操！哎，现在喷的有问题啊！你妈的，不第一车死全操你妈！他挑第一个把我干死了！太幽默了，铁铁。不是大哥，你往我这个逼脸上跳，我他妈也没法不干你啊，铁铁。别急，兄弟们，这个时候忍他一手，忍他一手。真的给我吓飞了，凶的呀！好了，孩子们，不要吹了，这并不好笑，孩子们。哎，这不老铁吗？这不老铁吗？铁铁，我先说，你可以来狙击我，但是你不可以测我的马。非常规，懂吗？他肯定不预往我这，你们懂吗？这就是非常规。他下来一定是往天上赶，你懂吗？就这么屌，我这个位置。哎呦我操！吓到我了。可以，非常规，好吧，牛逼！我操，这个单独的独栋别墅是我的大佐庄园吗？兄弟，为什么没人来？谢谢用户289997，他哎呦我操！不是哥们儿，延迟太高了呗。啊，兄弟啊，这咋才下来呢？哎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傻傻傻！兄弟，这个枪可他妈有意思了，兄弟，我管这个枪叫双枝哀伤。兄弟，单四不光要有操作技术，还有什么？懂吗？觉得的。你妈的！哦。这个时候我看起来可能很小丑，其实他已经被我耍得团团转了，他还得猜我去哪儿呢，看到吧？哎，我这拉对面去，牛逼老铁，全是思路，我真是一个擅长玩弄人心的恶魔，估计还在那找我呢。然后我们其实不跟他打了，我们去劝南边这边，这就叫思路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，就必须得警戒状态了，因为离枪声非常的近，我们慢慢的踱步，踱踱踱踱踱
夺夺夺夺。为什么不动了？他们夺，我还在夺夺夺夺夺夺夺，不会走了吧？不会走了吧？什么情况？哎，我操！是不是觉得我很傻逼在耍我？来错了。操作你。操作你。咋的？真以为哥是娱乐主播了，老弟？操作的就是你。我们单排一定要玩消音，知道为啥吗？见过吗？这种搭配。其实以前呢，七六二我还能压个四倍，就是他那个默认准镜还是这个的时候，搁比赛里都得玩。哎，我四倍有一波真的很屌，兄弟，打转个，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我都有印象，好吧？有一把 TGP 19年吧，海岛图 S 城，在那绝对圈打了三个，骚准，兄弟，我又想到了，一看到这种搭配，兄弟，肯定有人有印象，没印象的去搜一下，老观众了，最泪目的一集，为什么记得到现在还是个白字儿？你荧光棒也不给我整点吗？我把你伺候的这么好，为什么荧光棒都能少得了我的？喂，我还以为你从来不会选我呢。干啥呢？进圈进圈进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我长太丑了吗？为什么单独不开这辆车呢？我去这个后面，他们上车，我一颗雷给他炸飞。怎么说？脑子里有画面吗？
飞回去。瞬间不抽了，四个币。别走这儿，别走这儿。哎，有点不尊重我了。哇操！哎，我卡了，兄弟，我摄像头都卡了。你们刚卡了吗？操！